那跟着野老子。我那不是六十二岁。哎呦！我说，加菜啊！因为被找到鸡蛋的。不行。不会有。服务费我了，对，反正。快！啊，你买的什么？一点点才买，还真贵。东京的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亲爱的，请到乡亲们大厅。首先，我代表一群无聊的亢奋队，给大家颁一个胖爷。让我们自己队员就说，右边一个，右边开个，我带的星星一天日，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。
养也得种，那种菜种。